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，我是三宝寺住持元崇禅师。三宝寺位在后里区内东路广义巷四期之五号。三宝寺全依山而修建，山势非常雄伟，全依地形阶梯而产生。三宝寺大殿有供奉本师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、阿弥陀佛、地藏王菩萨、王常老祖、观世音菩萨、耆那维陀两大将军。大雄宝殿左侧有天竺地殿，右侧有中华三祖堂。本三宝寺三宝讲堂平常有换拜专业法师授课于换拜佛寺法仪课程，欢迎各位三信大德及我们维新圣教先生们来这里做印心之旅，以及来这里游览，共祈世界和平，天灾永息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社稷安宁，市容工商，宏图大展，财源滚进。我们也祝福到三宝寺各贤士印心之旅之人，以及来这里参观的各位善信大德，回去之后事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